是你。那这在苏云丫头那里，我们吃的亏还没向你讨回来，你就送上门来了。别这样嘛，要是真的、只怕你们连亏的本都找不回来，连命都要送掉了。那天中苏丫头的毒才被你们所成，现在哪有这么简单？不错，我还没有玩遍世上的男人，怎么可以这样就是？啊！原来我命里带财运，不管我走到哪里，总是发现宝藏。看来我一生吃穿都不用发愁了。苏云小丫头，我捡到一只金簪，你要不要？你说要送给我？别搞错了，只是刚好捡到，又想留着而已，没特别的意思。可是小鱼儿，这个是凤凰金簪耶。我不缺钱用，你拿去吧。小鱼儿，凤凰是夫妻的意思，你对我真好。哎，等等，我突然想到，我最近催钱催得很凶，我都没有听到。张金，这金簪给你。给我？对了，包衣女根本不配什么金簪，我还想到外面给碰到第一个女孩。小玉，你说什么？看你的脸色不像喜欢啊，算了，不做弄你，拿去吧。哼，小玉越来越坦诚了。好，金簪送给甜心兰。兰，这里有一只金簪，对我没什么用，你要吗？小玉，你怎么这么不老实？你明明想要送我，为什么不敢承认？你们女孩子爱胡思乱想，我用不上的东西，但她想法子抛出去，绝对不是你想的那样。